间，中间，中间，中间，这边看一下，这边看一下，这边。吴亦凡这边，咔嚓咔嚓咔嚓，听见没？这就是我男朋友吴亦凡的魅力。自从他进场后，媒体相机的拍照声可就没停过啊。当然了，人气高也有人气高的烦恼，那就是粉丝太多容易造成现场拥挤，或者说粉丝要硬闯造成混乱。这部今天的发布会就因为吴亦凡的粉丝不守秩序，硬生生的推迟了两个小时。蓝培宇，你还不赶紧出来管管？我觉得还是安全第一，肯定是。然后，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能够帮助电影去宣传，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像昨天，可能确实人来的比较多，我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的。这么贴心，不愧是我的蓝培宇啊！等等，凡凡，你先别走。我听说你在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里面，背着我跟素颜女神王丽坤演情侣，这事儿你得说说清楚，到底咋回事？其实我们那属于比较慢热型的。然后一开始其实刚接触的时候还并不是说能够一下就特别就是特别的聊得来这样子，但是其实之后到布拉格之后，导演是在我们开拍之前其实帮助我们很多，然后就让我们有多些时间一起吃饭啊，一起聊天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就熟悉了。优酷全娱乐理智追星安全第一，上海报道。2015年开年巨献，江苏卫视最强大脑每周五晚优酷独播。